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嘟嘟，今天来做一个流沙钥匙扣。这里做一只鲸鱼的形状，先来混一个蓝色粘土。用盖子压一下，捏出小鲸鱼的形状。莫名感觉好像捏了一只大鸡腿。再用小瓶子压出一个圆形。整理形状。在这个小瓶子里调一份流沙，分别加入胶水和珠光粉。珠光粉不要加太多，不然颜色会非常浑浊。有亮片的话，再撒一点亮片。刚好可以卡在这里，可以再弄一点胶粘一粘，加固一下。画上眼睛，最后挂上钥匙圈，完成。